善胃。嗯，超级鲜。我们这个扇贝啊，炒出来绝对不会缩水的。你们看，刚刚给你们看的多大，现在炒出来还是这么大，而且蛋黄率超高。这种是母的，母扇贝，然后这种是公的，母的偏多。包装呢就是这样子，每包呢是半斤。啊，看看，大个无边衣的，扇贝就这样辣炒，或者是底下呢铺一层粉丝，然后上面再放一层蒜蓉，做这个粉丝扇贝。朋友们，一口一个，吃一个是一个。看看中间的这个瑶柱，嗯，特别特别的新鲜，看看，哎呀，吃多水啊！78块钱5包包邮。